讲得很白嘛，我说妈的，我就是没会。那我
扣留的干嘛？对不对？扣留的干嘛？而且你是，而且你要说是你的工厂的，第一个提起我就下班了。他妈的，我对你的意思，其实你来了，我弄两块钱，那就废话。对，结束了。而且我最主要是我不卖你价，我是有原则的。对。对，我不太理解，其实我要卖的是有我不要理我卖的是有我卖的是有好我卖的是有是大家好受的讲的是故事今天卖新价或者说你就说对啊对啊对啊人家都价你就帮我拿好了1600刚好都是你比如说然后那个中间中间那个设备那边是
对不对？我不是就是傻了吗？所以我说吼，你们就是笨。所以我把人推给你，我要来技术，我要来信息，然后来 exclusive， 对不对？成不成再说，但是我们 exclusive 下来之后，哎，我告诉你，他做这件事情好处是很大的。就像我们跟那个 Newsfair 在谈，他们原厂今年下半年就会有一些。